咱弄个信息弄个当绑上来，唰个一掉，咱的性命要对啥物方面去？咱要行的迄条路是主耶稣已经行予咱看的。咱若无将目睭放伫伊所行的迄条路的面顶，咱就无法度找着第一道。看着耶稣所走的那一条路，我们回不到父的家。基督徒，耶稣的歌啊，是真实的，是帮助咱内面的生命，真正会当转去白道，会去困的愿望。因为安尼，耶稣讲，万咱平安，伊的歌啊是实在。在心内回想起来，咱有感谢，咱有欢喜，真正实在，心内有平安。咱再回来唱《樱桃胡子》。它不是一个百年诗歌，是一个真正的安慰。最爱子。所以来，咱面对面一个明仔载。
相信，无论我遇到什么款的困难，主会跟我帮助我来面对我的每一天。虽然活着，主死了搁活了后的两千年，但是你无放愿，当你一个人来面对这款的信仰，因为你切切你的信心，在我的生命内面，予我知影，我有盼望，不是我靠我家己，是因为主你真实搁我，你用你的话，你的信心来帮助你所行的行的路。我欢喜快乐，你一面好食，你也是这款的生命，求你予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用信心